我都感谢你主耶稣，恩典满满，伫咱每一个人身边。今日凌晨的所在，咱分享的这个话题，看影响咱的组织，咱就先开始讲到这里。各位听众，大家平安，就欢喜。2017年呢，既然是第一年出发，主日1月1号，咱会当做伙来到上帝来敬拜上帝。我相信2017年是一个特别的年，2017年嘛是咱的信用在改变、在转化的一年。咱拢知影讲哇，咱无讲咱也毋是一个领袖，咱嘛希望讲。海上对一个边山那个人，应该是瓦克。那咱来台湾吼，看看的。咱2017、2016年，咱五年哇，这两个人对咱的生活，咱会当定定看到吼。因的一呼一吸，吼，因的思想，还是因有啥物变化，我拢会互咱伫迄个吃饭了也是伫生活中，就踮遐互相来分享，互相来讨论。这是咱伫咱台湾。啊，伫国外咱嘛知影讲，这个人已经真侪个，虽然伊是美国的总统，总是伊嘛是真侪哦，这个世界大家人想要讨论，也是有个人想要亲近的一个人。啊，咱看伊真有影响力，伫遮，总是。咱会当对今仔日这个经节发现着讲，这段经节以赛亚书这段经节，吼，即个百姓真艰苦，吼，咱甚至会当伫个头前，吼，1章到39章，拢会当看着讲，因的哀哭，吼，因的呼救，咱人常常对苦难的反应，吼。当时咱会拄到恶当当的代志的时阵，咱会安怎？咱就会哀叫啦，还是感觉埋怨东埋怨西，哦，感觉凡事不如意。啊，有信用的人，我个会借着伊的苦难、伊的环境所拄到的代志，伊埋怨上帝。咱伫这个经十只，咱会当看到讲，有当时啊，有一挂苦难，有一。我试炼的时阵，拄好是咱的检验，咱的信用是甚物？那不是讲哦，拄着恶当当的代志，咱唔好埋怨，唔好怎样爱专心学乐主。我上帝嘛，无叫咱安尼，总是伫这个经节内，咱会当去点点啊去想，有啥物特别的所在，还是有啥物学习的所在伫遮？咱看这个经节，哦，咱拢会当知影伊的脉络是怎样。伊的脉络是当时哦，以色列的百姓，因的国势吼已经衰落去，啊，因的王安怎？因的王佮连民下去去找当时南北边哦，遐有强势的人，有影响力的人哦，亚述帝国。阿斯德国，所以，啊，刚刚这个人对咱无啥物帮助的时阵，就去走去，吼，咱下骹遐会看到爱金迄个所在，啊，咱结拜，吼，做兄弟，就是等下含一个，等下含一个，无一个中心思想伫伊个内底，你讲这种无中心思想，就无法度为家己。的性命为家己的生活，为家己的国家带来真正的保障。因为安尼，到尾有通伫西元前的587年，遐搬好规个巴比伦灭掉去。啊，伫这个经节的咱要来看的是讲，这个以赛亚这个神殿哦，当时神殿拢是一挂的有的，也是讲对因的国家的。外交的政策有一点啊，提出讲，批判、批评，哦，也是讲，混淆。这个身体伊伫遮，伫迄个混乱的世界，伫迄个大家人拢想要挖去强的，
有影响咱的人，总是伊竟然讲出安尼的话，讲出咱头我所听讲，伊要竞选一个萝卜，啊，这萝卜是怎样？伊要来拯救咱，这对当时的人是真恶的了解，因为当时强的国家。就是咱头我介绍迄几个，咱怎样要来领导阮的，要来成就阮的领袖的人，竟然是一个看起来是即款的人，这而且刚刚伊在讲这个领袖，咱头我讲的领袖，咱刚有看几个咱世界会看的标准的领袖，总是伊直接讲，哎，上帝要扶持的这个领袖。伊竟然是无反话，也无会出声，这是在对因来讲，当时是真大的对比。对咱即马来讲呢，咱嘛会真奇怪，是安怎？因为咱即马是一个媒体的世界哦，上掌握着媒体，就等于掌握着大面，上掌握着媒体，甚至就是掌握着世界。总是上帝的话，在迄个时阵对遐个人讲，上帝话名，即时嘛对咱安尼讲，这是真奇怪的代志，无反话，无出声，也无予人伫街仔路听到伊个声，即个真特别的经节，真特别的一段，会当予咱伫2017年的第一个主日。好好啊来思想，好好啊来学习。上帝要透过这个人，甲遐当时遐的国王，也是讲百姓，甲因讲，哎，伊一个强、真强的世界的中间，伊要竞选一个带领人的，毋是讲瓦克强势的国家。来替恁行出一个好的道路，为咱的国家、为咱的生活开一个美好的将来。伊阁是安怎？伊阁无出声，阁伫这个中间安怎？伊下骹咱头先所讲的第四节以后，伊阁和弱势做伙，因为咱会知影讲，当时迄个以色列的百姓，因的国家已经衰弱啊，总是安怎？一定真侪人真惊吓，伫一个无稳定的状态。总是伊阁安尼讲，伊要互人看到讲，即、這个弱势，伊阁即个领导者，伊阁含即个弱势做伙，伫即、這个等于讲伫别人的需要中间，看伊家己的责任。咱会当伫即个经济头我咱所读的即个经济。中间去看伊啥物，看伊讲上帝甲以色列人讲，伊要兴起萝卜，是爱下面有真深的连接伫遮，咱会当看着讲，咱一般想诶，咱要援助人，咱要献出咱的影响力。一定爱上这个道，安尼哇！我有真强的国势，也是真强的观念，我会当有一个次序性的帮衬啦。这种的帮衬嘛，毋是讲无好，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经节，伊讲的帮衬是一种伫听、伫公义的听内底。去显露出来，咱会当看到啥物？咱会当看到讲，上帝的听和公义是安怎？是共做伙做的。有当时咱来，咱会讲话上帝真听，上帝慈爱怜悯，总是上帝的公义嘛建立伫即个听中间。若无公义。这个听阁真随便，总是下一直强调公义审判，安尼听，嘛予咱感觉真恐怖，也是挡袂牢吼。咱当看着讲，这个警察有讲着讲，
上帝安慰这群百姓，在这群的百姓中间，让他们疼，让他们阻碍，让他们怜悯在那里，不管他们因准啊有什么样的背影，还是为别人知道以色列的国家是怎样，他是敬拜主和主连接的，总是因为咱人家己的需要，就那含拜偶像，还是离开是上帝，总是伊用呐，伊用永远的阻碍来疼咱，咱来会记住。啊，咱来讲永远的疼，咱有讲的讲上帝疼，嘛伫公义的内底运作。怎样讲？这个疼，嘛爱因为进前恁违背我，总是我过一届牺牲挽回者来，互恁过一届面对我。有当时啊，咱来讲，永远的疼，就那像爱是爸爸妈妈对咱的疼是永远的。咱永远的疼，咱会感觉咱的期待，咱的啥？咱的期待，咱的囝有好的将来，会当做企业家，会当做科学，会当做有名望的人。咱一定是安尼希望，咱的囝也是安尼。总是无人一个爸爸妈妈希望讲，哇，我的囝出世将来就来做人的劳工。这是真特别的，所以咱会记得上帝对咱的疼是怎样。我咱讲，哎呀，上帝差派伊独生子来这个世间拯救咱。咱当时想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咱拢希望咱的囝有啥物款荣耀的代志，有啥物平凡的代志，总是上帝予伊的囝出世来做劳工。特别这个经节真有意义，是啥物？因为咱当对代降节、圣诞节一连串到今仔日，其实个经节会当串联起来，是一个真有意义。会当让予咱一届思想，这段经节嘛，对当时的一些人讲来讲啊，我要予恁的毋是一个政治的比赛啊，我咱头我有介绍。因足希望的是安怎，会当来予因的国家的势力搁较好，甚至搁变起来。总是安怎，总是上帝予因的是一个伫灵性内底的比赛啊，是一个安慰因的苦痛，安慰因的心，安慰因受伤。的灵魂，那会当讲啥物？那会当讲啥物？那会当讲着一些个，因阵啊，上帝伫一些个传因出埃及，伫旷野来帮助因。即马个啊嘛，即马这段经节，咱来讲啊，上帝搁要一届伫巴比伦遐行奇妙的事。对埃及遐是安怎？对埃及遐是救因就伫。俗世的世界出来，总是巴比伦这届是要安怎？是要救因伫宗教的世界出来，因为安怎？因为遐是一个以家己为中心的想法，进入甲用上帝做中心，以上帝的念头，超越上帝的念头。来做因的性命，所以咱会当讲，这是一个因的第二届出埃及的一个一些的因的故事。嘛会当讲，伫这个因的故事中间，佮予因经历上帝对因的疼是怎样？咱会当讲，这段经节和咱即马有啥物关系？和新约有啥物关系？咱今仔所读的。这段经节，咱头我讲嘛，对代降节、圣诞节甲今仔日，这段经节是安怎？等于是旧约的福音书，
伫四福音内底嘛，共款拢有用到即个经文节，而且佫安怎，佫要互因对本来你已经信主的状态，佫一届的反省，佫一届的调整你家己。安怎讲？伫马可福音遐有讲，讲当上帝要行医治的时阵，当即个经节哦，伫。伊咧行异地的时阵，但是有真侪人哦，甲因阻挡，也是讲有真侪人感觉耶稣伊的所作所为无合着因的欢喜，总是安怎？耶稣偷放因原本的想法，耶稣偷放因。本来对上帝的概念，对上帝的想法，而且佫甲伊讲呾，结果真侪温度。咱当讲伫即个看我的路目的中间是安怎？是有一个欢喜、安慰、肯定的概念。咱当看到讲，哎，看。我的路目，哦，咱呾想着讲，看，哇，我的路目咱要做上帝的路目。我咱有讲过，伫即个经节内底，伊讲看我的路目，敢是只有只耶稣，无，敢是只特定的犹太人一辈，咱从来嘛毋是。伊到信主的时阵，伊是变成是咱一群人，拢是上帝的奴仆。当咱希望讲啊，看我的奴仆的时阵，是安怎？咱听讲奴仆，咱会感觉真惊吓，也是真无愿意。总是伊伫遮会当讲看我的奴仆的时阵，伊是一种欢喜的心，代表讲哇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所做的，我对你的肯定。予即个接受的人，伊有一种安慰，一种鼓励的回忆伫遮。哦，咱通讲哇，看我的路目，咱有讲咱想要做有影响咱的人。哦，伫咱的职场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读一节的管理学，哦，要扩展家己。爱怎样？总是伊讲话讲看我的路目，敢若像爱讲上帝拣选你的是无毋对的。有当时咱会讲，上帝乃是拣选我，乃是拣选你，乃是拣选伊的。总是上帝甲伊讲看我的路目的时阵，这是一个真正是让迄个人。哦，讲看我的路目，我迄人得到真大的安慰。所以当咱2017年的时阵，咱来用即句话做咱今年的互相的勉励。我看我的路目，看我的路目是代表是啥物？看咱的路目就是代表讲主啊，你着拣选我，我知影我是你所拣选的。受上帝拣选，毋是讲伊伫内底有做偌济个好事，才会当得着讲上帝啊，你拣选我，无，这是上帝完全的稳定、完全的怜悯。无咱今仔日咱头仔讲啊，咱1月1号咱就坐动车，咱无伫外口热，总是咱今仔日来到遮。真侪上帝惊你，咱是上帝所拣选的。咱可以当讲，看我的路目，我所扶持的，有可能伫你2017年，你有真侪想要做的代志，这个代志有真侪的挑战，总是你爱想要讲，看我的路目，我是上帝所拣选的。上帝要扶持我，扶持原本的意思是安怎？是把你抓牢牢，把你牵牢牢，哦，无放手的意思。
艺术，咱嘛会当看下讲啥物。有当时啊，我伫即条，我伫生活中咧做见证，总是我无法度。但是你爱想着上帝的手，甲你扶持，甲你扶持你，甲你紧紧的抓住。那你当去想象一个画面是啥？那当想象一个画面是，那你当游泳的时阵，当你知影讲上帝甲你紧紧抓住的时阵，你就交托给上帝。伫你2017年各项的代志，生活中间，你即场交托给上帝。扶持代表什么？那你当想象一个画面什么？咱伫个游泳的时阵，紧张的时阵是会沉落来浮起来。有人安尼讲哦，当然嘛是交托放松的时阵，才会浮起来。咱来当去想象，当游泳的时阵，咱游泳的时阵，放松的状态交托，才会当。浮起来的时阵，那会当去想，去创造天地海万米的上帝，伊的开来有偌大，伊的扶持有偌大。当咱安尼想的时阵，上帝就要引出咱伫2017年所有的生活、所有的代志伫咱的中间。咱安尼讲公主啊，咱讲公主啊，我是你所精选的，我是你所扶持的，我嘛是你所欢喜的。当咱知影讲看，我的路步是即款，是精选扶持，跟我欢喜的代志时阵，咱就知影要用啥物款的态度去回应上帝。有当时咱来讲讲，哇，这我唔通做，迄我唔通做，才会当爱较性格的。但是圣洁的上帝，伊无安尼来主动性要求咱，伊是予咱有自由的意志，予咱去了解。等咱了解讲，上帝是安尼对待我，上帝是安尼对我的疼的时阵，我就要回应伊，做伊欢喜的代志。伫我2017年，我的生活、我的工作的职场，各款的反应，拢要是互主欢喜，因为我是主的奴仆。咱嘛要知影讲，伫2017年，咱有侪侪的代志，你有侪侪计划，你要做，总是咱知影，咱知影讲是上帝的恩，就是上帝奴仆的时阵，安怎有真侪的挑战。总是上帝的心要甲咱做伙伫的，吼，要一步一步引带你。当你抬头，当你我当你看的时阵，你要发现讲，哇，有上帝甲咱伫的真好。上帝的心要一步一步引带咱，伊就像咱头发，咱的话里即个话，上帝的拣选是袂失错，因为伊伫创造天地海，进前一个安尼来标了。那你当看到，这是一个伫2006年、2007年美国真出名的一部电影。那这部电影伊描写一下，伊描写是一群亚马逊的原住民，伊伫内底过真好，也是讲真原始的生活。啊，有五个宣教师特别去遐来为传福音，总是当伊学语言差不多学一点点啊，会当和伊沟通的时阵，就伫一届误会中间，咱拢知影讲，因为伊当地受着剥削，受着无好的款待，所以伊对西方的人看到拢会有一关的敏感度，所以当因学遐边的语言的时阵，安怎
第一届的误会就去互刣刣死。总是要互刣死的时阵，有一个宣教师甲伊讲，我是伊的朋友。而且安怎，因遮个宣教师，因手中，因会当咱讲话，因手中是有武器，会当去回应，会当用正常诶、人性诶回应来回应。总是无，就安尼过身去。看起来即五个宣教师，因诶宣教是失败诶，就咱人诶眼中看诶是安尼无对。总是过，有其中有两个伫家庭，因诶姐姐，啊，搁因诶囝、某囝。就去转去原本的所在传福音，啊，就安尼，咱就有这个故事通听。啊，这是安怎？这是有一届哦，因转去大汉的时阵，这个传教士的囝去转去遐的时阵，哇，其中内底，迄个砖头遐有一个哦，转去是咱的传教者，就甲伊讲，哎。我就是迄个刣死恁爸爸的人，哇！咱来想哦，这个砖头的传教者，当伊安尼讲的时阵，伊内心有偌艰苦啊！因为安怎，伊会当莫讲啊，总是伊无讲，伊予这个伊的内心的罪捆绑着，但是。真水的一个画面，就是安怎？真水的一个画面，就是这个宣教师的囝家讲，不是你害死我爸爸，是我爸爸家己愿意的，是伊家己愿意的。所以就真多咱这边看来真水的一个画面，到尾圣经嘛有这个作奥加主的圣经的翻译本出来。好，那伊当讲。上帝的疼，咱能讲哇，上帝的疼是怎样？上帝的疼，上帝的影响力，伫这阵个虽然因有情形当回应，总是无想讲透过上帝的疼，因的影响力伫迄个所在传开，是因当时迄五个失败的传教士的事件。因是失败，总是安怎？总是伫即马看起来，因成就一个真水的代志，伫遐。啊，咱讲，哇，那个，咱一月一号，咱来要听这种遮尔啊悲惨的代志，无，咱透过这个经章，透过这个故事，咱来想，咱来知影讲一个画面是啥？2017年，上帝。大观念，用个有气力的手，安尼抓走保护咱。咱知影，伊安尼抓走保护，我要用什么款的态度回应？我要用搁较谦卑的心情回应我的环境、我的生活、我的职场。我要用搁较啥？搁较。怜悯的态度，看我身边所需要的人，我要用什么款的态度？我要用坚定。有当时啊，咱会拄到，不是讲咱2017年个凡事顺遂，咱当咱有恶感等个代志的时阵，咱要用坚定的意志来去完成。也是去执行上帝对你内底予你的感动。咱除了讲哇，2017年，咱有想讲，咱有足侪计划要做，咱嘛会当花一下时间来去了解讲，哇，今年真特别的年，转化咱的信用要转化要改变的年时阵，上帝你要爱我做什么？当咱知影讲上帝啊，你要爱我做甚物的时阵，咱会当用这三个方面来去回应上帝对咱的疼。咱讲啊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伊一定拣选你，
迄阵咱，迄阵咱，大家人真侪是温度，吼，落寞，毋是代表咱家己，落寞有代表的是群体，嘛有代表的是教会。咱会当对即个即段经章去看到，看到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伫今年要爱你所做的代志的时阵，你家己回应出来。因为你知影讲，主啊，我是你所拣选的，伫万行的代志中间，你袂有差错，你袂有失错的。上帝啊，伫万行的代志的中间，我是你所扶持，是你所欢喜的。面对济济的挑战，我无法度赢过的时阵，上帝啊，你的心甲我比的。当安尼的时，咱就要去过一个。咱伫2016年跨年啊，2017年这个时阵，咱甲上帝祈祷讲：主啊，我要爱有丰盛富足，我要爱有对你更较好的分队的一当的事。上帝阁要甲你所求的、所托的、丰丰富富的，伫咱的2017年中间，咱只是做伙三个来祈祷。充满怜悯、大有关联、搁稳定的主，我感谢你。主，我要甲你讲，我达人拢是你拣选的人，拣选的路牧。我是一群你所欢喜、所喜爱、所扶持。主，我要伫遮甲你回应讲，2017年我伫我的生命有济济的计划，总是我伫济济计划中间。我要第一个要紧的是抓你做我生命的头。主，我嘛要讲，当你拣选我，达人做你欢喜的路牧的时，主，我要参与伫你的圣工内底。我要用谦卑，我要用看别人的需要，占做我家己的责任，安尼的心志。我嘛要用坚定的意志来，来坚定的意志，予阮达人伫你所交托阮即一当的代志，上帝讲的代志，也是阮所伫你面头前哦所欢喜的，所要邀请你来做阮的生命的头。阮伫伫遮甲你讲，主。求你帮助我，予我伫我2017年的开始，你用这个经节，予我大家人来互相的学习。我嘛要伫遮讲主，我要用这个经节，要正做讲，我伫2017年，我面对所有的啊，无论是生活，无论是工作，我拢要知。阮是你所扶持，阮是你所拣选的人。愿你的荣耀进入伫阮达人的心中，愿你的丰盛嘛伫阮达人所徛起的所在。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感恩，阿门。